Relax ah. Bang, relax. Relax. Abang, relax. Abang. Oh, uncle. 拍照拍照，慢慢说，刚不用紧。啊，小弟许长发是从西部沙拉瓦过来这边参加。我是一个人站在路的中岛，有一个警察名字叫做Chris Nen，他知法犯法，他就跟另外一个警察带我到五九机，到了五九机，他立刻出拳。 打我的右边眼睛，导致视网膜脱落。应该是重拳啊！两位警察就联手推倒我，我的胸口就被硬物插到。 那么，当我要求坐这个救伤车去医院的时候，警察就阻止我。后来，我又向另外的警察要求，公众同心要求之下，他们就扶我到这个救伤车的地方。在半路又遇到这个 Kisnan 的警察，他又在阻止我。 他是很没有人道的人格一个人，后来其他的警察劝告之下，那就使我顺利的达到救伤车的地方。那么另外一个警察名叫塞夫，这个是发生在4点的时候，他就抢去我的相机，把我相机里面的 8个GB 的记忆卡抢去，以上的事情发生，都是这些警察知法犯法。对我的伤害，我会用刑事法典第2章144条和16章。 338条来报案。对于另外一个案子，就是偷窃我的记忆卡的，我会用刑事法典A574第17章379，因为他们都可能犯了这些刑事法。